弟，那个蓝色衬衫先生，衬衫男孩，而且口罩戴起来，快点，对，赶快衬衫要戴起来，没错。我跟你讲，你的下巴不需要口罩，你的嘴巴跟鼻子需要，请口罩戴好哦。好，来，好，我们答案，回答，田约翰，正确答案。帮忙帮我传一下好不好？谢谢。那个运动家精神，运动家精神。对，我们现在是一个大队接力的概念哈。好，有传到正确的地方。然后第二个问题，还有今天的压轴表演是谁啊？哦，他马上举手了呢。这个哪个？对，这个绿色的先生。这个绿色的先生，我跟你讲，有点尴尬了。万一他不是穿绿色，你是穿什么绿色？来 ，OK， 好，我是。各位观众，我有没有？我刚刚有看到，他说穿绿色先生，然后绿色看着自己这样一脸疑惑，这样。我穿蓝色。好，对，深蓝色先生。那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给那个后面舞台绿色先生，没有开玩笑。来，压轴表演是谁？是谁？万芳，正确答案。希望大家一定要陪我们留到最后。今天的压轴是万芳姐带 band 的演出，然后呢，她也会将她演唱会提前让大家在这里感受一下。是。想不想感受情歌浪漫之夜？想的朋友挥挥你的手。我们在这里一起感受浪漫，然后这个手要会用力一点，我们要透过镜头传递出我们的那个激动，好激动，而且还可以运动一下掰掰手，运动的城市，彭宇来，好，完了，我刚刚手臂有很晃吗？行，有，因为我刚刚说运动一下我的蝴蝶手，然后前面就笑了，所以你们刚是觉得很晃，对不起，不要这样为难一个刚生完的妈妈，可以吗？我也是很努力，很努力。